是 KIKO。 大家好，我是 Phoebe。 哇，你今天穿得好美啊。啊，你穿得也好美啊。太假了。我们现在来到是名古屋中部国际机场新特利亚的二楼国际线抵达的出口这边。对，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从中部国际机场新特利亚乘坐电车到达名古屋车站的方法。然后到达名古屋车站之后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乘坐地铁到达荣的方法。那我们走吧。走吧。的二楼抵达出口出来以后呢，就先往左转，然后稍微走一下之后就会来到这个地方，要往交通广场的。对，但是我们今天要去Central Japan Travel Center 买外国旅客专用的一日交通券，所以我们先往这边走吧。这边就是 Central Japan Travel Center， 在这边呢可以买得到外国旅客专用的一日优惠的交通乘车券。以外呢，如果有需要他们帮忙订饭店的话，也可以来这边，或者是如果有任何旅游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来这边做咨询哦。对，然后我们接下来要买的是外国人专用的地铁和巴士的一日乘车券。你好。你好，欢迎你们。我想买地铁一日券。好，先出示一下你们的护照。大家要给工作人员出示我们的护照，然后再付600日元就可以拿到票了。好，我给你们，谢谢。这个就是深龙道交通一日券，只要有这张券，就可以在一天之内无限次乘坐名古屋市营地下铁还有巴士哦。对，还是非常划算的。我们快拿着它向名古屋进发吧 ！Go go。这边就是交通广场了，从刚刚的抵达出口那边呢走过来，这边大概只需要1分钟的时间。对，然后名铁的车站就在那边，我们去名古屋的话就要通过那个车站坐车去名古屋。那我们去买票吧。好，这边就是名铁的中部国际机场站，在这边的自动售票机这里呢就可以买往名古屋车站的车票。然后呢，要到名古屋车站的话，最快的话是机场的快速列车 Mew Sky， 只要28分钟就可以到名古屋咯。对，然后让我们实际来操作一下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自动贩票的地方，它可以选择英文，然后再选择单程票和特别车辆券。我们是两个人，所以选择两个人。到达的地点就选名古屋车站，这块标示的是 Meitetsu Nagoya， 点这个，然后可以选择时间，现在最近的时间是10:07，然后选择不选择座位，就不指定座位。2460日元，现在投入钱，投钱的地方在底下。2000，硬币从这边投，这里。然后这里就会出票，2张。还有2张不要忘了取，然后拿上找的零钱就可以去坐车啦。然后大家看，我们买出来的票有2张，1张大的，还有1张小的。小的这张呢，就是进站的时候要投入机器里面的票，大的这张是特别指定车辆，可能在坐车的途中有工作人员会来看。那我们就要进站了哦。对，然后只用投入这张小的票就可以了。那么我们从进站口进来呢，就会直走发现这个
New Sky 的 Noriba 在一号站台，在最右手边。对，我们去乘车吧。我们的车票是三号车，就是这边。我下车吧。听说上次那个娜娜讲啊，已经换衣服了。我们要去融的话，刚才看了看板是200块钱的票，200块钱是一个人的票，所以我们要在这块点双人、两个人。当然，你们更多的人的话，可以点下面还有儿童票什么的。然后现在就是400日元了，两个人先要投入钱，然后准备好钱，从这里，从这个地方投进去。票呢将会从这个地方出来，一共有2张票。我们买好车票了，对，只用把车票穿过检票口就可以进去了。好，走吧。方便，对哦，说到买东西，我要回民站继续购物啦。哎，拜拜。那我就留在蓉这边。